在重庆铜梁，一年一度的火龙表演也精彩登场。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到现场去看一看。我现在是在重庆市铜梁区龙城天街的广场上，一年一度的铜梁火龙又如期而至了。我们可以看到火花已经打起来了，大家看到这漫天的火花，其实是高达1500摄氏度的铁水，有一位师傅用竹子做成的勺将铁水抛出，另一位师傅呢则用木拍将滚烫的铁水拍打到空中。八个炉子不间断地拍打，就形成了这铺天盖地的铁水花，极为热烈多彩。铜梁火龙历史悠久，起于明，盛于清，舞蹈套路呢也很丰富，有之字拐、八字花、龙升天等，总共有20多种。传统的铜梁火龙啊，服装道具其实都很简单，对舞蹈的要求呢也并不高。再加上啊，组织者一般都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人，因此群众参与性极强。那我们看到今天就有非常多的市民到现场来观看，用当地的话说，接火就是接福。过去的一年，重庆人民乐观耿直的性格和友爱互助，就像这火龙一样，聚是一团火，散如满天星。期盼新的一年大家能平安健康，继续怀揣着炽热的梦想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。